为令街市货品种类更加多元化，以满足市民在街市购物有更多的选择，民署初步考虑将街市部分有利的位置的空间空置鲜肉和冻肉档改为冰鲜肉档。有关冰鲜肉档日后将可以考虑售卖多类冰鲜肉类，例如是冰鲜猪牛肉等。民署现在已经就有关可能性与业界进行探讨，而有关摊位的计划以公开抽签形式给予有兴趣的申请者租置经营。